师妹说这是蝴蝶结，我看像小白兔。环形奇珍。绕线圈编织六个短针。六针完成，收紧线圈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锁一针。第一针编织两个短针，锁八针，返回第一个锁针，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在后面这三个针目上各编织两个短针，共六针。锁八针，返回第一个锁针，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在后面这两个针目上各编织两个短针，共四针。最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八个锁针空隙处编织15个长针。15针完成，后面空出一针，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锁八针。返回倒数第三针，按顺序编织4个长针。四针完成，编织一个中长针，然后是一个短针，后面按顺序编织两个引拔针，锁八针。返回倒数第三针，编织四个长针，四针完成，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然后是一个短针，下一针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在八个锁针空隙处编织15个长针，
15针完成之后，空一针，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最后断线，隐藏线头。这样，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蝴蝶结。下面我们开始拼接。先在锁针处编织七个长针，然后将钩针穿过第一个织物，对应的第八个长针上，将线钩出。返回第二个织物，再编织八个长针。后面继续重复编织，想多长就来多长。真的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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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，可爱。拜拜。